好，我们看第二题，他说有零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总共七个数哈，然后取出呢任意的四个数，哦，相异呢，相异四个数字，取出四个，共七个数哈，取任意相异呢。数字哈，排成四位数，也就取四个数出来，来排成任意的那个四位数，试求所有这种四位数的总和多少？好，那、如果我任意取的话，有可能会取到什么呢？取到零哈，排在第一个，所有任意取的哈，把它加起来，扣掉什么？扣掉呢，第一个位数哈是取到零的。要把它扣掉，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答案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哦，现在我七位数字啊，就是七位数，有七个数了，七个数我现在取四个数出来，总共有几种情况？总共有这个，总共有七。七取四哈，等于840，有840种。那840种的话哈，我把它列出来的话哈，这个每一位数哈出现的几率是一样的，也就这位数的话哈，它出现零出现五次，那一也会出现五次，它到达六也都会出现五次，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总共呢，有几组？我们哈，现在总共有出现在个位数的哈，的数哈，这些数都会出现。所以我给它除以啊，除以七，也就800哈，40哈，我给它除以七，这样的话就多少？就等于那个140，120组，这120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那个七个数哈，取四个数出来的话哈，把它排在一起，总共有多少呢？总共840个数。那这840个数当中的话哈，个位数是零的，有120个。个位数是一的，有120个，等等，个位数是六的，也有120个，那总共是840个。好，那同样道理，十位数是零的，总共120个，是一的也有120个，等等，六的也有120个，甚至这个位数的话呢，是零的，有120个，点点。是六的也有120个，我通通把它加起来，的话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说，我个位数的把它加起来有多少呢？因为它有120组嘛，每一组它都有零一二三四五六，就零加一加二，一直呢加到六，好，这个是个位数把它加起来，同样十位数也把它加起来，好，这等于多少？这个120哈，乘以多少呢？从一加到六的话是二分之 n 加一，有六个数 ，n 是六，乘 n 加一是七，所以这样多少呢？这样是等于21乘以120哈，这12乘以多少呢？这12乘以21，等于多少呢？252，252再加个零。所以是2520，所以你把它加起来的时候的话，哈，个位数是2520，十位数也是2520，所以我们知道哈，全部加起来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哈，这是2520，2520哈，那个位数是2520嘛，十位数也是2520。这个一次方十的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，加十的
百位数也是2520，千位数也是2520，所以再算算吧，算出来是那个2520哈，乘以多少？1111，好，1111，这样子。那这个的话是你取任意四个数啊，包括什么？包括像0123的这种也包括进去了。啊，这种四位数的话，你把它加起来以后，全部的数字就是这些了。好啊，但是问题是，我们所谓的四位数的话，哈，并没有包括呢，第一位数是零的，所以这要把它扣掉。那扣掉的话，哈，现在呢，第一位数是零的。那种数的话呢，把它全部加起来有多少？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算第二种。好啊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哈，它有几个数。现在的话，因为它第一位数已经摆零了嘛，其他地方不能摆零，所以的话，其他地方是由剩下的六个数取三个数出来的，所以这样多少？这样是。这样的话是六取这个，这样的话是六哈，取三呐，六取三是120，好，也就是说它有120个数，但是120个数里面呢，包括什么？包括1234566啦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总共有几组？就是120哈，我把它除以6嘛，有6个数嘛。好，这120个数里面有1的，有2的，有3的，有4的，有5的，总共有6个数。啊，每个数哈，它出现的那个次数会一样。啊，所以总共有几组？总共有20组。20组它的意思是说，在这里出现的哈，一。出现20次了，2出现20次，点点点，6也出现20次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的话，我把个位数加起来，个位数的话，它每一个数，它有20个嘛，那每一个数，这些数包括1加2加3，一直加到6了，所以这个位数加起来多少呢？是20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二分之多少呢？六乘以七，23/6。所以是六十乘以七呀，六七是420。好，那这每一个位数都是420啊。所以的话，你把它全部加起来等于多少？加起来就等于420乘以多少呢？这是乘个位数是一嘛。十位数是十，百位数是100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是等于420乘以呢111，好，这要把它扣掉，扣掉的话才是答案。扣掉以后的话，这个我们就多少呢？乘一下2520的2520乘以多少呢？1111。这是等于2799720，2799720，它是多少呢？420乘以那个111，这是等于46620啊，一减2799720减掉多少呢？4662020等于多少？2753100啊，扣掉以后是2753100啊，这数字很大，一定要用计算机算。